大家好，我这次呢带领我洛杉矶的团队呢，这次叫63周年纪念绘画群展。那么我们第一站在那个纽约啊，第二站是波士顿，那么现在第三站呢，我们到达了那个华盛顿 DC， 在这个国会大厦前面呢展出了这30多幅作品啊。这个作品呢就是我们一大群来自世界各地的有良知的艺术家，在30年前中国64惨发生的时候呢，他们用自己的画，用艺术自己的天才和才华记录了这段历史。你看这个我的左边这中地啊，就是在天安门的广场，在老毛的巨大的阴影下面，下面有一张黑白照片，那些扁平的尸体，那些被碾压的学生和一个站着的一个军人啊，这他是用一种比较抽象的啊现代绘画的形式啊 digital camera 的那种半体啊来表现的。这个老毛的这个阴影前面就是一张很多基层的照片啊，黑白照片，他们的眼睛，他们的脸睛摸看不清楚，他就是因为在天安门，在老毛的这种集权独裁下面倒下的年轻的生命，他们为了追求中国的自由和民主，就是这样被中共的机枪坦克碾碎了中国人民的梦想。所以说这次呢，我认为在64整个纪念活动30周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端，是一个别开生面的啊，因为大部分都是很多的政治元素和集会、诗歌朗诵、文学，但是这次那么多的艺术作品，作为艺术家的参与呢，我真的感觉到在一个我们现在这个已经被腐败了、非常功利化的很多艺术家都在追求名和利的时候，他们确实给我们这个艺术的同行带来了挺清醒，也就是我们这个社会还有那么多的良知啊，他们的道德责任感啊，用他们的艺术才华表现了这些作品。好，那谢谢接受我们采访啊，谢谢啊。一直开车3天3夜吧，就跑到这边。我是坐飞机从那边，从洛杉矶赶过来，那么得到这边的朋友们的大力的支持啊。第一站我们在纽约，昨天我们去了哈佛大学，波士顿，今天我们来到了国会大厦的前面，后面代表了美国自由民主的象征，政治的立法局、国会大厦，前面的方尖碑记录了几千年来。世界人类的文明史。我们现在这批作品，这边是一些代表的作品，还有100多幅画呢还在民主党党部，那么他们都会将随同我们的团队呢，我们请转，一直会我们会去芝加哥、去丹佛、去拉斯维加斯，最后到达洛杉矶，在我们的自由雕塑公园将建成了我们的64博物馆，共产主义受难者的博物馆永远的存放下去，告诉世人，告诉去拉斯维加斯旅游的那些游客们，当你们在享受世界民主自由的空气啊，人文景观的时候，有那么一批艺术家，那么一批中国最为伟大的先驱，他们用他们的鲜血，用他们的艺术才华记录了为我们这个历史，为我们这代人在奋斗，他们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永远的存在下去，教育后人。我们不会忘记这段历史，遗忘就意味着背叛，遗忘就意味着历史会重演。我们要向历史的人学习，对那些纳粹、对那些法西斯永远追究下去，罪恶绝对不能宽容。谢谢大家。Free Free China！Democracy in China! 打倒中国共产党！打
问的后边是美国的国会，这么伟大神圣庄严的地方，我们魏俊兴先生一直申请就让我们来到这个地方，这是一个伟大的国家，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现在翻过来想想我们的国家是个什么样子，我们今天在这里提前的纪念六四，不到三十天六四大屠杀就要来了。今天黄主席说是八九六四是两个概念，也确实是这么回事，但很多中国人到现在不知道六四是怎么回事，不知道八九是怎么回事。今天我们在这里应该是一个很沉痛的日子，双重的沉重。第一，六四这么轰轰烈烈的运动，民主运动被屠杀了。第二，我们三十年了还在纪念，这么伟大的运动被这么邪恶的政府屠杀了，镇压了。我们一年一年的纪念，纪念到三十年了，三十年发生多少事情啊？一个年轻小伙子成长为老人，一个国家有可能从贫穷落后走向繁荣，也有一个繁盛的国家可能走向衰落。但我们这么大的运动，还在有人呼吁他平反，平反，凭什么反？刚才几位前辈也都说了，不用平反啊！我们现在出来抗争，抗争要清算，民主运动，民主运动。我们在美国搞什么民主运动啊？美国是个民主的国家，我们只能是一帮向往民主的人士。我们在美国没法搞民主运动，民主运动只有到我们国家去搞。我们在这里只有革命，我们这帮人不是民主运动人士，我们是反共分子。大家不要把那个程序那个搞反了。一个国家民主不是目的，民主是个前提，是个保证。有了民主，我们这个国家，全世界的国家，最终才能够国家有正义，国家有公平正义，老百姓富足，老百姓幸福，这是目的。这些都要民主制度来保证的。但我们的国家需要什么？我们国家需要推翻专政，才能实现民主。我们把这个三个步骤啊，不要搞反了。第一，推翻政府；第二，实现民主；第三，达到我们的富足、公平、正义。这一步呢，需要我们大家呢，需要我们的前辈带领我们这些年轻的小伙子们，这个小兄弟和妹妹们，我们一起努力。尽早的，不要一年再去纪念六四了，尽早的推翻政府，让全中国、全世界的人彻底明白六四是怎么回事。谢谢大家。谢谢白先生。下面有一个要求自由发言的是屈成松先生，请上来讲话。还有谁要发言的话，可以在我这报名。大家好，我是中国民主党党员屈成松。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六四大屠杀三十周年的活动，我们要缅怀先烈，跟着先烈的脚步，一如既往地去推翻中共。中共的残暴是惨无人睹的，只有我们全中国人民团结起来推翻这个残暴的政党，这个邪教的政党，我们才有出路。这样才能让我们的子子孙孙有出路。我们在美国的这些民主人士，为了实现自由，先在美国进行抗争，然后我们再回到中国去推翻共产党。我们要建立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让所有的人民能够说话有自由权，新闻有自由权，然后我们的食品安全有自由权，我们有自由的人生，有自由选择的权利，还有我们有新鲜的空气、新鲜的食物。我们只有推翻这个独裁的政府、独裁的中国共产党，我们才能够真正的实现民主、自由、和平。我们大家一起来喊口号 ：Free Free China！ Free Free China！ 打倒共产党！打倒共产党！实现民主！实现民主！推翻专制！推翻习近平！谢谢大家。谢谢下面由我们这个来自西部这个叫旧金山的这个郑云女士来讲话。好，郑云，谢谢。谢谢子平姐。
我们是我和冯文瑶，我们是从旧金山赶过来的。本来跟我们同行的还有方正大哥，但是他因为身体的状况已经不能出门远行了。那有很多朋友关心他，在这里我也跟大家说一声，他要进行一个疗程又一个疗程的治疗。他现在这个牙龈出血的状况已经得到了控制，但是每天还要出血。他也是，其实他是真正的六四受害者，不光是在天安门广场上被坦克压断了双腿，他当年在那个抢救的过程中因为输血感染了丙肝，当时在国内是无法治疗的。在他出来的时候在美国也是很难治疗的，后来研制了一种药，但是这种药副作用特别大，他也没有敢接受这个治疗。但是近几年医疗发达了以后，他这个副作用减小了。他本来是要到六四之后这些活动告一段落之后他再接受治疗的，但是因为前一阵他就是突然每天晚上好几个小时的这个牙龈出血，得不到控制，所以不得不提前接受治疗，所以这次来东部他就没有成行。那么我来到这里是第二次了，前几个月是参加魏京生老师的联席会议，那么今天是第二次来在国会山这里哈发言。那我今天是想作为自由雕塑园的理事之一发言。那本来我是一个非常无名的小辈，只是因为在国内翻墙看到了一些真相，才对中国民主感兴趣。那我没想到这条路哈一走就不能回头了，一直走到了美国，然后我就见到了很多我在国内传说中的人物，包括魏京生老师啊、王军涛大哥呀、包括夏业良教授。其实我们在国内有很多人的启蒙哈是听了夏教授的那个微信群里的那个讲座哈，听得心情澎湃，才知道我们被蒙蔽了很多年。那么我没想到这条路其实是非常难走的，并不是光喊喊口号，要付出很多的艰辛和泪水。为什么说有泪水呢？因为你不知道有一些什么脏水会泼到你身上，尤其是作为一个女性哈，前一阵莫名其妙的我就被打成了特务，然后我都不知道原来还真的有特务啊。但是我相信哈，大家会看到每个人做的，因为民主真的不是喊喊口号，要看大家每个人做的。我是受到了我见到的每一位前辈的鼓励，还有他们做的，包括伟民老师。伟民老师是多么单纯的一个人，他什么也不想，就去做他想做的事情。他的付出让我在跟他朝夕相处的日子里很受感动，尤其是我们旧金山的那个湾区的民主圈哈，每一个人每一位前辈都是默默无闻的在做事情，鼓舞了给了我们很大的鼓舞。所以我觉得这条路再艰难也要走下去，不管未来是什么样的，但是我相信我们的信心不变，我们遭受什么样的打击都没有关系，因为上帝会看到邪恶一定不可能战胜正义。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信心，在我们有生之年看到真正的倒台。 Free Free China， Free Free China， 一党独裁遍地是灾，一党